看到我跟奈斯两个人在那边同步动作，有个局长。哼。两个同步动作，挖矿吗？挖贝吗？他大便了，地上有大便。为什么打到出翔哎？对呀。你要看他身了。转圈圈，啊是要死了！哦，我的妈！我看这频率好恐怖哦！大家晚安。哎，香晚安呐、啊！香啊！慢些，你问他。天哪！他开始撞了。黄眼。还想要？啊！这是虾米？这是虾米？sorry。麻了麻了麻了！补偿补偿！快死了吗 ？Yep。好，回家补子弹。我看他都没有掉哦，五啊。在哪？哎、欸，好像真的不对那个事。那还有啥？哎、欸，有飞雷龙哎、欸！要打飞雷吗？也可以啊。还是凶残。那个都算森林的吧，都可以打。对啊，我记得两只都是森林的。凶残龙很可怜、欸，打、啊，我最喜欢打他。他完全没有耐心，好吗？他没有起来的动力。来打、啊。好，我要锁住那个了。飞雷在这边嘞。嗯。得到了，不是要打中盘吗？得到了。对啊。可是飞雷也过去了。加分加分。那我们先干嘛？哎、啊，你怎么后面一大堆？你那边怎么了？我马鸡啊。哦。安尼。马吉思密达，呀，马吉思密达，转性转化思密达，他不用软化哦。软化大概要用。在后面。阿红了啦，思密达。嫩思密达。敢被你用光好吗？是雄伟的鬃毛哎、欸，哇！啊，可以剪。啊，怎么后面跟着一只？要想吃了，想吃雄才肉哎、欸！看他怎么动作的棒、啊。
啊，晕了。我打他真的是加超快的哎、欸。干嘛？那这两个思想一起被干掉。哦，捡到飞龙的素材。冲他回，我要同时狩猎嘛。他看，居然给我跑了。他倒了。杀毁了。跑在这，跑在这边挨。我在后面逃命。撞陷阱还是比较那个的。他撞陷阱了。我天哪！那是两只一起吧？这么厉害的吗？到另外一只。原来是凶塔是跑去哪里？好了，还想跑？掉龙那个在哪里啊？没有，可能是我警慌了。啊，别咬我！老巨安，还想跑？还吃的东西耶？我的花，他都是你。撞一起是不是？撞没有用，红眼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要撞？我有撞。叫有什么屁用？那是别挨呀！哎呀，我抓的挨，别挨呀！还跑嘞？你压力很大哦。抓嘞，要抓吗？你要抓、啊。飞嘞，飞嘞，回头。不要撞、哦、不要咬、哦、你乖乖
回去不带他们？去啊。所以觉得那把真的好玩吗？很好用啊。好。用过，我觉得。关台外呀、啊，用那一把。那咱们来打咸鱼吧。走啊！我这个也有破坏完善 ，KO 三。好啊。啊，飞雷不行打。啊？然后打我在啊。哦。我说打完飞雷啊。飞雷只差一个。我在营地附近听到他的哀嚎。下一只鸟笼总准备出来咯。为什么是鸟笼？不是牙笼吗？没有，我的啦。哦。搞不好你有黑狼鸟啊，你要感谢我呢。耶。给。哎呀。给。它不像倦鸟那么温柔。太温柔。需要我睡他一次吗？看你啊，你喜欢。那我睡了。不懂，你都睡了一下。哎，飞雷龙很帅，你睡不下去。好。你要黄皮龙是不是？我靠。这不是更恐怖吗？对啊。嘣！我差点，我看到有人从差点震下去。来喽。不。来啊。Oh yeah！ 开晕！啊，我怎么闪光？我有一个闪光弹喷出来。哦，命！鸟笼总，黑狼鸟，谢谢，看到没有？哦，为什么我没有？你也有啊？有啊。不是，那只有酱油萝卜糕残爪龙哎。我也是啊。我是有下一只，应该是被盖掉吧？嗯，我等下回去看，没有我就枪翻机。哦，有啦，白痴哦，头上有蜜虫啦。你好，狂眼。抓回。我的。厉害。对了，可以什么在尾巴、啊？没体力的、啊。不敢按，再按一下一个180度。哎，不行了！这个叫声，盲二龙吗？雷二，哦，雷二。哎，不需要吗？哎，调过去。怎么在等我吗？没有，我在等。
打吧。好吧，我能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玩错键了。没事。中途想飞上去，看来我成功。天蓝落去。哇，好晃，好晃。开始了，装那什么？好、啊，开始了。看，真的假的？他快死了。不知道，我看他是在丢粉啊。我没看到副头哎、欸。我没有看到、啊。我刚刚他丢那个，他拿个油，我不小心按错之类的。哎、欸，我走。我看哎呦，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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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看到骷髅头了，来抓吧！冲啊！我陷阱刚放完，没有回去拿。冲啊！那回去补子弹。哇、啊，瞄准！看这边了、啊，好，这边。捕获完毕，又出一只残爪。啊？对，残，是蛮，是叫什么残爪？哦、好多东西啊，看一下我没黑狼，你觉得我没有？你要三等啊？我没有。你要三等？你要三等？好的，好的。你要再问一次吗？哎、啊，你森林几等了？两等。你要不要打到三等啊？可是有黄梯龙哎、欸，哈？可是有黄梯龙哎、欸，看你啊，那就出去啊。等你死了，反正那个不会被洗掉吧？那个等级应该不会啊。不会啊。你要打才会被洗。耶、yeah ！你承接任务，从这边直接过去吗？欸、可以参加任务。好，我上个厕所。那我先换一下装备好了。就都妈的。换成先破头的那种。Hello， 哎、欸，啊，我什么都不能动了，一进任务什么都不能动了、欸，就只能 tape 退出哦，可以退出哦，我想说先吃个饭再弄。家里往为什么？家里刚断，赶紧拿我妈手机看直播。哇，用你妈手机看直播，那我的客群又多一个年纪稍长的。那YT 后台都会有那种，怎么会有六十几岁在看我的直播或是影片？哎、欸，我那是嘞，脱离短线。啊什么？啊？哦，我快吃饭了。哦、啊，好，拜拜。那叫你一会呢？期待你下次的出现。好、啊。好、啊。你是不是把任务参加的人员设定为三人？哦，所以他。那、欸、为什么我设三人？没有啊。那重来吗？对啊。你看他写三乘三。
你先回去好了啦。那放要重置、欸。我刚才没有设定人数啊。那再一次，那是你的那个吗？啊，是那是不可能啊。我人什么？我看他写三乘三啊。对啊，我刚也是看三乘三哎，可是我没有设定到三乘，好，没关系。要不要接了啊？等一下啦，忘记换装跟吃饭啊！我接完不能动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刚才也不能动啊，所以要先弄好才能走哎、欸。那先各位先吃好，不然干嘛？我吃好了、啊。好，我也吃好了。牛。要多久？快了，快了，不要催。推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三人呢、欸？要回去啦，这边不能啦，因为我们这我这边只有三人，所以他以这边现有的那个出发，除非奈斯，除非那个奈斯要来吗？哦，有人走。是啊，我的猎户。啊啊！直接走了，要重新吃饭了。呀、yeah. ，啊，这样算重新吃饭了？要不是不然呢？我不知道啊。哎、欸，那 我在里面待很久，一直狩猎，我外面的植物那些不就爆了？没有啊。哎、欸，你黄体龙这边有两次啊。我是听说只算一天啊。真的只算一天呢、欸？我原本是六扣到那个，所以用植物的那个就其实就不算。我现在都没在杀啦、啊。不接了，再接了，不要再催我了。有了四人了，四人了，他正常了。登自己的号，那你可以把你妈的那个点来按订阅啊。没有那个对不对？我回去拿，你们去墙壁哈，我回去拿。墙壁靠没，我下来喽。来了来了，等你了。我擦！帮杰超落，不是帮我落啊，我都帮他落呢。哇！哎，
气血珠只有在那边能发动。哪边？请看这边，请看这边，请看这边。气绝。力之力血。哦，对啊。你来这里。为什么？就是跟我想象的位置不太一样。刚刚为什么他断抖了？谁在偷啦？我没落死哦，我没落死喽。他也不能用啊。刚刚是不是猎魂射到他的脸啊？我一直在射他脸哦，可是射脸也不会这样子吧？不是，刚刚怎么会突然往后仰？那个只有会那个咬，只有靠到才会咬吧？就是你不是打到他的头吗？会打到他头会吗？我很远在射他呢。我们这边哪来拿石头打他的？我没有拿石头打啊。没有啦，你刚刚射他脸呐、啊？对啊，用侧脚射他脸而已啊。啊，对啊，他。那这样子会吗？好啦，没扎啦，还可以再撞一次啊。那等一下他就红了。这样子会抖哦、喔。会哦、喔。哦。我的 fuck！ 哎，你是不想赢啊？是啊。那是我。是不是不要复仇啊？我已经被他敲两次哎、欸，他敲我三次哎、欸。抱歉。刚刚不会破坏了。哦，可是他的脸还没黄。哇哇哇哇哇！大毅力。可以啦，可以撞啦。啊，也要面对这边啊。有啊，现在不是面对了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哪有啊？哪有？哦，我这边。你要不要遁地哦？是，他要遁地。好啦，遁得不错。喂，一定要看我吗？好啦，来啊！你要当一只螃蟹吗？我就比较像蜘蛛哎、欸。寄居蟹。哦，这个位置好，我要去对面了。哦，他在这个时候不能转。对啊，他出来，怎么可以敲头了？哎，不是啊，怎么跟我听说的不太一样？起来了啦，起来了啦。哎、欸，他自己转过去了。对，角度差了一点点。哦呦！哎，有点歪。我知道，不要给压力，不要给压力，不要给压力。哇！先帮你落脸。哎、欸，你落脸比我快哎、欸！
你软化好快哦，长枪。我是辅助武器。那锤子也是重武器啊？不是，动作吧？他是说是辅助武器。是要脱衣的没啊？脱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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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脱了。好，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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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痛会痛会痛。有有，在我这边啊！不要，哇，肉食。啊！要求扶起来，扶起来，扶起来！哎，他离这个落石好近哦，有分钟。对啊。咔咔咔咔咔咔。正后方吗？还是哪里？我怎么在左脚？哇，落石爆了！被撞了！这太远了啊！对啊，可是你引的话，我怕他直接把那落石就封包了，试试看、啊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没礼貌！快靠脸，靠脸，靠脸！太阳。不不不不不，没事没事。哦呦！要抓啦！要抓啦！要抓啦！放过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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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嘣嘣嘣！哎呦！
吓死我！哦，所以刚解到是耐力没有了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吧。哦，没有，我打到现在还在想刚刚为什么会这样。哎、欸欸，不要！我的喵啊！我晕了，对不起。啊！你为什么没有把喵好好的舔好？啊？我晕了，我怎么吃？啊！你晕了？我是晕了。我看到他也晕嘞，怎么样子？没事。没事，我这边还有两，还有一次。我这还是黄皮龙，没事没事，我这边还有两只。好，介绍怎么关麦了？我忘记开麦了。哇，好了，拒绝与队伍沟通、欸，不要这样。我刚才离开关麦。我觉得刚刚的战犯是第一阶段就死掉的那一位啦。哎、欸，是啊，不是 啊，第一阶段怎么会死？而且你防御不是比我们都高？他敲我敲三次、欸，哎，我以为他敲两次我就放开了嘛。那个是三次没错。哦，有人抢先用餐券了，感谢感谢感谢。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，我为了吃个大毅力，其实我刚刚把林哥要猫了一次。我刚大毅力完全没用到、啊，气死！刚刚大毅力救了我一命。对啊，今天没阿米狗，今天他们都出去玩了，没有阿米狗。对啊，看到那个阿米狗，阿米狗完了。我还缺两个阎王重壳，所以等下还要帮我打阎王。啊？阎王什么？重壳？重壳。嗯？哦，对，上次是失败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有人，哎、欸，到底死的是谁啊？拜托，前面两次也是有问题的，好吗？没有怪你嘛？是不是跟这次差不多？不是啊，那我就不死的都是别人，我就不带麻锤了啊！麻锤每次都死在那个奇怪的位置，比如说上次。欸、那真的是很奇怪，骑乘骑到被烫死哎、欸！你那个真的很无奈、欸，就没吸血哦。也不是掉下来，也不是、啊、那个也不是骑乘，那个是准备要靠他脸的时候被烫死，因为没有吸血。哦，看看这妹子。我忘记按住。你在哪里？在前面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来干嘛？嗯，我来干嘛？我来撞他。我是说，哦，刚才我射死他、啊。哦。来来来来来，因为他在我背后，我没看到他。可以了可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不杀。